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，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。我觉得每一个人生下来被分到的困难跟艰难都是不同的。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回忆，因为我是最后选择了他，所以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开心的。把别人帮你决定的东西你都做得很厉害的话，也会让别人心服口服的。做一行就认真干一行爱一行。不管是做任何都好，都是做自己。就是有比赛就要去参加，不能因为一次的比赛失败而下次的比赛不参加，更加的调整好自己，然后继续参加比赛。人生中有很多遗憾，但是没有必要提，遗憾就遗憾过去就好。如果今天有困难的话，然后就今天去解决，不要拖着，就是今天是今天，明天是明天。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赛场上，我做的都是我自己，没有说我要为了谁做。青春当前，最该拼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梦想足够帮你击碎所有的犹豫，做自己喜欢的，如果你真的喜欢，一定要做到最好。